这是我收到的 X-File 自然的新产品，黑芝麻味的高蛋白威化。像这样的话，每个热量只有107卡，大约相当于是半个苹果的热量，并且它是零添加糖的，然后又高含5杯牛奶量的乳清蛋白营养。拿一两根拿来当代餐的话，饱腹感会很强，关键是还特别好吃，夹心非常的酥脆，芝麻味很浓郁，外面的白巧克力涂层入口即化，层次感非常的丰富。口味吃起来不会是那种很齁甜，但其实还是蛮甜的那种，饱腹的同时味觉也能得到满足，我觉得是一款非常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。像我出门都会随身携带一包，即使补充能量，并且它有专门针对乳糖不耐受的小伙伴，采用了进口美国乳清蛋白小分子，非常容易吸收，并且它还特别添加了天然的椰子油，所以平时运动完都可以及时补充一根威化，可以有效的包住燃脂，提高新陈代谢，就算是健身减肥都可以吃的一款小零食哦。